一直跟你说的了，动不动的就是纯净水。净水的意思是净水，无味无色，没有情趣，平淡没有意思。对呀、啊，没味道。不是这个意思，纯净水属于单纯，单纯而且在开心老是开心。对，就是说现在这种社会比较复杂的社会，但是它还是很单纯。那那会儿这么好的一个男人，那会儿是不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，您的竞争对手也很多吧？就会不会有其他女的跟您抢这么个好男人？我觉得他不知道，他、哦、这啊，您知道？不是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也是后来我们俩交了朋友了啊、哦，已经谈了。人家给介绍我们俩第二次见面嘛、嗯，第二次见面那天晚上，完了我说太晚了，我送他们回家嘛，完了以后，结果我就伤害了另一个。另一个，没有我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身边有人喜欢我，暗恋喜欢我，完了以后急了，当时我正在街上，我送他呢，把他过来，喊着我的名字，春田，哎对，春田，哎，当时他哭了，完了张浩的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就不知道吗？啊，嗯，我帮你洗衣服，我买好吃的给你兄弟，我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说这方面就属于谈恋爱，或者说是怎么着，我认为是一个以一般朋友就是友谊就可能更好一点，好朋友是吧？好朋友啊，当时一直暗自喜欢，看见自己喜欢的对象跟另外一个女人牵手。对。那您当时呢？就当着您面这么大喊大叫，说对你这么好，你当时对他会有什么评价？他问我来的，他问我他是谁？我说，哎，我说的，我的一个同事，我说这是同事，我说也没有，我说什么都没有，我还是比较守旧。我是。咱们中国讲究的媒妁之言必须得有人牵线搭桥，我相亲不敢相亲自由恋爱，我如果要是那种就是说的没有明确关系啊，我是一点正经没有，我跟女孩子说话咱们嘻哈说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所以您这种行为很容易让女生误会，张老师。对，就你总对人家那么好，你自己又没有感觉，别人就还以为你喜欢人。伤害了好多人。对啊，很多女性还是考虑一下，我那个母亲节的感受好，完全，这是因为声讨大会，完全忘了桂琴姐，对，一直没说话。坦白说，桂琴姐那时候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想法？其实那时候我挺想得开的，让她自己选择。咱追求的人也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。后在我的心目中，对，他不是我的理想中的那种的。这个爆料了，这个爆料了。刚刚见面的时候，他没看上，就跟看股市似的，他没把我当成一个好股，没有看成一只好。潜力股都不是吗？我是潜力股，我看的是垃圾股。等一下，刚桂琴姐说，当时就觉得他是一垃圾股。您这也太狠了。